起来哈。对对，赶快存档，赶快删档，才怪，删档就完蛋了。等一下你的存档也太多可怕，这次避免他档案不见了。好，等一下，这存档也太可怕了。好，哎呦，有震动的感觉，地上有东西。到这来震动。好，现在呢？哦，好的，要我们回去。其实刚刚一阵混乱，其实好像有个类似某种人在跟我讲话，我们完全没有鸟他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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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No no， 吓死我了！快救我！这什么 ？biang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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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ang！ 啊 ！No no， 哦，那什么东西啊 ？Oh no， 不，好饿哦！哦哦哦哦！哎呀，好长一条，好长又好恶心哦！绿色的血。主角，你还好吗？等一下，主角眼睛在哪？我看不到哎、欸。他的眼睛呢？好恐怖哦！长长的一条恶心的东西，我觉得这游戏越玩越十八禁，从这个洞来的。耶、yeah ！你可以钻进去看看。不，好，我们就照着他的任务路线，你赶快回去吧。好恐怖哦！每次开启一扇门也是一大挑战。什么声音？等没天。现在越玩越紧张了。当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打进去发现都没有。先补个子弹。然后还要再开一扇门。那扇门超过分了，你知道这扇门说它叫做什么？除巫室，结果一开的时候怪物全部累积在里面。然后门还给我关起来，不让我走。什么？哦，他下去哪里了？他好像很高兴哎。Happy， 就像一股无脑的往前冲。无脑。还要你跟着他？对对。哇！直接被杀翻的。在跳舞？等一下，他刚刚在跳舞。哦，好恶心哦。这小白的，别叫我，吓死我了！不可以复活、哦。哟，我是把我的宝也踩爆了，没有。再来怎么走 ？OK， 好恶心的、哦，他刚刚就这样子，哦，电梯吗？要我坐电梯，好，我就坐电梯，叫啊，未上锁，哦，有了，电梯也太快了，会不会从上面爆掉？这不是游戏都这样演的，会不会等一下你就那个电梯故障，然后瞬间往下掉？我、哦、不要。我被袭击了啊！于是逃了出去，而哈蒙德也就这么不见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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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画面好恶心哦！我等他讲完。我可以在这里登录任何系统，我破解了 root 权限，发现一些来自殖民地的报告，在他们分离星球，殖民星球就出现了大规模扩散的病时代现象，是指人家变笨吗？有关继续的报告，我会找到你那个位置，正在打算解开储存室的去哦，哦，他要到引擎室，啊、哦，他们都可以这样呼叫人家叫东叫西的。然后都不知道人家已经怕得要死了，然后你那移动速度变好慢，好恐怖。他的门那个好恐怖救援。哎耶！存档看到这个就高兴了。等一下，真的太多了，你要等一下。不会啦，哎、欸、等一下，哎、欸、到底了，这是底了，到底了啦。那我们从头开始吧。修改全部修改，往上滑，好，接受，是取消，好，存好。那我们买一个装备呗，商店。我之前好像是不知道按什么东西，我在打装备。哦，好科技啊、哦！我可以买什么嘞？热色，不要。热色，不要。我觉得这火焰喷射器很酷哎，可是感觉上好像不怎么好。切割器，远程要8000块的。先买医疗品吧。好，买切割器。其实我不会买东西，怎么按啊？空白键。哦，怎么了？他不是说进入吗？按进入选择。进入 Enter 吗？哦，购买。
这个好像，这个好像在玩一那个类似梦，类似线上游戏。我还可以买什么、啊？我觉得这火焰喷射器真的很酷，好想买哦。买啊！那我买了，好了。买啊！买啊！买啊 ！OK OK， 剩5800了。好好 ，EST 特殊，我看一下这个火焰喷射器是多么给火焰喷射器。要喷自己看看。我看看啊。来喷自己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这个造型看起来很可爱耶。好，瞄哦哦，125是怎么回事？哦吼吼哦！燃烧吧红鸟！我可以跟大家说，来啊，怕你啊，烧死你！哦，好恐怖、哦，我已经不怕你了。有，哎呦，哎哎哎！直接门，哎，怪就出来了。我不怕啊、哦，我现在火焰喷射器。可是你看那个旁边的标志，对呀，有东西在跑。东西在不是，小心。哦，不会吧？怎么会是这里？而且还有氧气的那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，等一下，我没有拿那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只是觉得这游戏在耍我。哎、欸，知道拿东西吧？我觉得我觉得我在这里那个哎、欸，上面那个箱子不拿下来吗？我看不到，而且我现在有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氧气的。哎呦，我刚撞开的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闪过去？等下啊啊！什么鬼？我刚刚看到有个东西闪过去。哦，看到了啊！等一下，哪里？哦，哎、欸，什么？没有氧气不能射？我什么？我最好火要火，它需要氧气，结果它这边没氧气。没压气，这个悲剧，真的是，我剩20几秒，我觉得我真的要那个了，还不走、啊，真的糟糕，我现在看不到路，我现在路整个乱七八糟的，我觉得我要因为没有氧气挂掉了，啊，赶快先回去好了，快点啊，剩没几秒了，虽然我看不到，糟糕，我怎么开不了门？哦，我等一下搞清楚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，所以我们现在终于了解到这个火焰喷射器没有空气不能用。好啊，我们先装备这个好了，这是有多烂？我们要拿什么？先看一下，在哪里啊？哎，怎么跳不过去？然后跳到这边嘛。我叫你跳你就跳，还在那边给我啊！再来嘞，在犹豫。再来嘞，任务比试。哦，我会飞，会飞，飞飞 ，I can fly， 给我滚开啦，滚开！没子弹了，等我一下。还是说每次打开它都会重复出现一次？到底要拿什么？哦，这边是哪里？任务指示。为什么要往上？好吧，我快没氧气了。下面那里吗？不对吧？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呀呀哟！有东西！快点！哦，好险！进来了！哦吼吼！快关门啊！为什么不关门？哦。耶！谁叫你开的？哦，好恐怖哦，差点又挂掉了。火焰喷射器准备好。刚刚看到那条东西已经……对啊，后面有一条贴在你身上，从我贴我背上贴过去，已经贴在你这边，凉凉的。还好我刚刚买小型医疗包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好恐怖的感觉。这个门，这是什么啊？不会受伤吗？看来不会。我觉得这边是最后一关。
用火焰喷射器秒了完吧？在哪里、啊？哎呦，这个地方已经被整个试一下整个肉汁了。等一下，上面是啊丢皮 ，so fire！ 怎么了？哦，好恶心哦！我觉得这个变爱丽丝了。第二版。哦，真的太恶心了！再来怎么走？三号升降台嘛。哦，好饿哦！Oh no！快！你达目的地了。哦，我觉得好恐怖这里，我。我是觉得很恶心而已。对啊，哦，天哪、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地上有东西。什么？有灵吗？哇！等一下，是这个很讨厌的东西。小人。是那种类似很讨厌的小虫，这小虫超恐怖的。哎、欸，还有吗？哦，可以放大一点看吗？哎呦，哟！等一下，它底下还满着一个人哦。哦，真的好恐怖啊、哦！这个又要下降，可是我没有医疗包哎，可不可以给一下？这看就好像决斗场地啊，擂台吧？格斗擂台？什么？最终那个门是怎样啊？芝麻开门，芝麻关门，还要过去欸，阿甲是不是有东西在跟偷跟着我？哇！他被夹死了！快啊！中型医疗包，有东西？哎、欸，怎么捡不起来？哎、哦，我按错了。这就是最后的。你要不要先存这两个？对啊，有没有存档点啊？等一下 ，You， 哇！天哪，烧不到！哎、欸，有啊，有烧到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，东西。对，挂掉了，这腰真没了。耶、yeah, ！可是这速度燃烧很快，真的是救了。哦，爆掉了。哦，爆掉了！哦，超好用的这个，还不错、啊，可以烤肉啊！你中秋节快乐哦！哦，火焰燃料，有送火焰燃料。Hello， 通常啊，游戏玩到最后很安静的时候，那表示我快完蛋了。现在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哎耶！等一下，我不是按这个，我是按 Shift， 赶快跑。耶、yeah, 啊！通常很安静的地方会有存档点，你等一下给他打我。然后下一秒，然后下一秒就你存完档之后走一步就被抓走了。你看有没有这个门？有没有？这是存完档，然后下一关就是请你开启这个大门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大门吗？是吧？准备迎接重生，准备好了，来了哦！当、他是不是拿着尸体啊？三只 boss 就是这个，他们为什么没有攻击我？哦，来了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怎么装那么慢？呵，果然烧他们小。哎、欸，还、欸、没子弹，好弱，好快就没子弹了。哎，干什么？哦，我突然好像觉得我补充的武器就已经很够用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到底按了什么？到底是哪？哎呦，有没有看到？哟，好肥！他等一下就那个火爆开来，然后一堆小虫跑出来。哎呦，他在挖他的身体。哟，他真的地板喷了很多小怪。一堆小怪跑出来了，一堆小怪跑出来，全部都小怪。没子弹了，怎么会觉得像我？没子弹了，你完了，真的。真的啦！啊！真的啦！买啦！太差！我是真的完全没子弹，怎样？哦，医疗包好不好？那个治啊，等一下没踩到。哦，有了。他们会走楼梯耶。有教过小白的。有教过的小白。哦、you， 怎么会讲我嘞？
没了，没了，又没了。好吧，大姑娘小。啊！啊啊！抓抓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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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还活着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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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输！我要喝。